基本上，创作艺术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色，就是其实我们也跟你们一样，根本不知道谁要来抢。然后，但是也因为这样，就是所以，像暑假的时候，根本轮不到我们抢，知道吗？可能7点开放登记，7点10分就满，然后就反正就这样。那现在，算淡季，对。不过创作就像一直维持那样的一个感觉，然后我们就会互相支援。编辑前面听到一个，机上还在吗？你妈咪，真的啊，蛮感动的。幸运可以唱歌唱很久的歌手，然后，反正在其他地方工作还跑到这里来工作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，很值得我珍惜的。我今天想要唱一些老歌，老歌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很多人没听过，它就变新歌。为何不回头再看看我？为何不轻轻握你的手？你就这样离我而远去，留下一份淡淡的离愁。为何不回头再看看我？我想再紧紧握你的手，向你诉说，你可不要走，愿你还能那样爱我。到底这是谁的错？相爱何必又要分手？无奈何，轻轻一声，但愿你可不要忘了我。为何不回头再看看我？我想再紧紧握你的手，向你诉说，你可不要走，愿你还能那样爱我。诉说，你可不要走。
谁想起来？对对对。这是正西啊，是吗？好，我要唱第二首歌。其实，分享一点小小的感觉。我前几天在跟一些朋友聊天，然后就碰到有一个女孩子，对，然后她男朋友就到兰屿去。那她当然是因为她男朋友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厨师，就是那种创意料理。对，她以前在台中开店还蛮有名的，对，不能讲店名。后来离开到台东来，然后他做了很多那种帮忙人家怎么样，就是做一些料理准备的事情，然后到兰屿去这个暑假，然后他女朋友在台东嘛，然后那有一天晚上我在那看 Facebook， 对，然后就看到，我想他女朋友应该是醉了，去看他一个什么就。很激动，就留了一些话，就是说，在 Facebook 上的时候，是不是回来讲，我真的很想你。然后其实看到你的时候，因为他女朋友是一种那种很，你看上去就是那种很温和的那种人，你知道那种，我那天在讲说哇，对，然后把那个感情这样放出来，然后他就不好意思问我说，对不起，那天我醉了。然后就唱了一首歌，当时这首歌是我爸4年多前走，对，我爸生前最爱唱这首歌，然后大概将近5年的时间不敢唱这首歌，然后后来因为他们我觉得那情境的感受，然后就唱这首歌，后来。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要谢谢你的那件事，然后能让我再有这样的那种情绪，再重新去诠释这首歌。”仿佛都多余。
眼，像你的眼如此爱恋，像你的眼，像你的眼万千长年，像你的眼无限爱恋。第二首有听过，有哈，对，还好，对，第一首比第二首好听多了，对。我是说真的，第一首歌真的是，这就真的是那个爸爸妈妈教我们唱的。我，你知道以前的歌，以前的歌的歌词很含蓄，然后有很多的想象空间。现在的歌，你看，我觉得我，他们很多人问我说，你怎么会背那么多歌词？我说不是背，因为那些歌词在里面，它有画面。就好，我原谅我闭眼睛唱歌其实不需要念，可是我闭眼睛会看到画面，然后再看电影，然后就很自然的把那个歌词唱出来。OK。好，唱一首第三首歌。我讲一个，我来讲故事。第三首歌呢，有没有听过一个歌手叫高明俊？有哇，对，好，那个人他真的超红，对不对？然后唱了一个广告歌曲，捧红了一个人，叫做郭富城，对吗？口水，但是我比较伤一些。我是同一张专辑。再见你依然是那种心跳的感觉，多少日子我迷失在回忆里，你给予我的一切泪痕。
泪中心跳的感觉，这究竟是梦是真？我不清楚。我朦胧的泪眼，你依然模糊。